是浮在空中的基地吗？原来攻势还没结束，人类还能怎么办？我们已经无计可施了。库鲁鲁正在往这里集合。你说什么？他们的目的地是巨大飞行物体吗？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。把这座星球从那些邪恶的家伙手中夺回来。太空船正向他很危险，我们应该离开这里。他一定有搭载我们没看过的武器，搞不好可以让我们全灭。也不一定就是武器，他们一定在打胜算。我们不能让对方得逞，就让我们来瞧瞧他们想干什么。Thank you.
通过北通道吗？应该还有没有被染指的仓库？没办法，路全部都埋住了，完全不能通行。存粮快见底了，我们需要食物。我知道，从店面上过去吧。穿过海岸的话，只要再走300公尺就能到达仓库。这样的话，不行，要是到地面。有办法通过北通道吗？应该还有没有被染指的仓库？没办法，路全部都埋住了，完全不能通行。存粮快见底了，我们需要食物。我知道，从店面上过去吧。穿过海岸的话，只要再走300公尺就能到达仓库。这样的话，不行，要是到地面上去，所有人都会死。下士，不要太乱来。是敌人，上吧，拿起枪来，事关所有人的性命。地下楼层还有300万市民，我们只能上了。那些家伙无法进入地下，应该是机器人。绝消机器人聂家，虽然我也想过他迟早会来，但没想到竟然会追到地底下。这里也有，上吧。这不知道的历史，先导者应该改变的历史，那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怎么进行的呢？住在地下的我们来说，比起跟那些家伙战斗好多了，快收拾掉吧。这里终究还是被敌人发现了吗？打不中，这些家伙的身体很扁呐、啊。
形状就像是薄薄的板子一样，要确实瞄准。快过来，在这边。还有吗？终于被发现了，对方想用地球机器人杀了我们。就算是这样，还是比起前那些家伙战斗要好得多了。打倒入侵的机器人吧。哪边比较好呢？是地底下还是海洋？知道啊，杀人机器人，以为我们会让你为所欲为吗？月球的背面发现了一艘疑似巨大太空船的物体，那是地球的一艘船舰，恐怕就是敌人的宿命。终于发现敌人的目标，只要想逃脱，就可以赢得这场战斗。谢谢大家。
寻找圆环才行。近点，会被那些家伙发现的。就算遇到了，也别自乱阵脚。要是吓得不能动弹的话，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地球已经被人鱼支配了，我们还能活着，只不过是他们还不想弄死我们而已。冷静点，别慌。离海很远，应该没问题。是海里的人鱼吗？谁不想遇到他们呢？
定它的所在地。误差似乎变大了，要找到需要花上一点时间，在此之前只能待在地面上。确认有许多鱼人，有许多鱼人大举涌入城市。你说什么？是鱼人，这边也有。怪物发动攻击，阻止灾害扩大。把这山给打起来了！那些家伙正在攻击城市。这里的可都是民众啊，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。中士，你来的正好，请你协助作战。现在时刻刻不容缓，一定要将伤亡减到最低。中士，其余战车一同前进，战车能抵挡怪物的酸液。一旦怪物靠近，就躲到战车后方。混账！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，到底哪里才安全呢？我们只能重新战斗，保护市民。这到底是哪国的兵器啊？居然搞出这么夸张的东西！我一定会把幕后黑手揪出来，让他后悔一辈子。如果是人类，倒还简单。吃下去，对塔进行破坏，攻击塔的上方。这里是战略情报部，
我们将会协助进行作战。感谢协助。由塔坠落的轨道反推，已经锁定超巨大飞船的位置。就是把塔丢下来的家伙吧。现在正通过作战区域的上空，塔有可能会掉落，请对上空严加戒备。附近了。
我们是勇敢的步兵队，我等你好久了，别让我操心了。拥有钢铁般肉体的男子汉，你刚到吗？大家一起来，勇气嘶吼，团结在一起，并肩向前冲。走吧，只有靠着我们的牺牲，才能让人类齐声高唱胜利的凯歌。所有人都以为新导者是从宇宙来的，但是并非如此，他们是从未来的。所以那一天他们才会忽然出现在卫星轨道上，他们翻越了时间之线。我在这，快过来。我们又活着见面了呢，你知道我多担心你吗？你一直都站在最前线呢，真亏你活得下来。这次的结果太残酷了，对方完全没有手下留情。我和家人避难的时候被怪物袭击，只有我活了下来，然后回到这里。没问题，我准备好了。上尉来了，我们晚点再聊吧，不急。你们这些废物，给我集合，整队。他老是搞不清楚，谢谢，每次都把你当成新来的。很好，欢迎来到二五一号基地。这座基地正面临一个重大问题，我们很缺人。什么？获胜了！太棒了！基地遭到入侵，大家快拿起武器，敌人入侵基地。谢谢。敌人正在攻击这座基地，不想死的话就跟我来，一起战斗吧。我们要击退这些非法入侵者。小跑步 ，Go Go Go！ 这座基地终究还是被敌人发现了吗？敌人将会大举进攻，在这边，快过来！我的老婆又死了，不管是几次都一样。抛下我的家人逃走才能活到现在，我不能死在这里，只要这条命还在就能够重来，我还有希望。不用担心，我花了三年才振作起来，现在已经没问题了。是库鲁鲁，对方想要占领这个基地。你是主使相关的科技，不要突然出现。机械生命体正在接近。真美丽。
国军受伤，就是靠近先锋死亡危机。了解了。机械生命体，进入射程，敌方大军进攻，丢下这个基地逃跑吧！这里是我们的家，我一定会保护好的。保护城市，上吧！把非法入侵者赶出去。你知道该怎么做吧？看到敌人开火就对了。我要让你们后悔来到这座城市。就连库鲁里都出现了，大事不好了！邪神盯上我们了，已经没救了。神的命令，
参与兵器开发，他是个温柔善良的人。没想到隔壁住着这么可怕的邻居，我真不想上战场。对方可是邪神，不可能放过我们的。都违法闯入了，还如此自大，我们上吧。虽然我们勉强维持着战线，可是这样下去迟早会崩盘的。我们为此付出了许多代价，但我们仍然没有放弃。我们真的能赢吗？有些人甚至觉得外星人，我想他们一定是太怕了，恐惧会使人失去判断能力。人类成功击退外星人，直到现在仍在第一线战斗，这都是 EDF 的功劳。结束了，以后就比较轻松了。发现库鲁鲁，就让我来当你们的对手，我会誓死守护这座城市。就算自称是人民，也别以为骗得过我，这些该死的非法入侵者。人打算取代地球人，离开武校。反抗邪神会有报应，我们还是别出手比较好。我才不管你们是不是邪神，对人类来说，你们就是非法入侵者，给我消失吧！把身上链还我吧！人类还没有输，人类还没有输。
轻轻松松了。虽然对方是邪神，但也逃不了一死，就跟我一样。是啊，但千万别小看敌人，他们可是来毁灭地球的。他们的攻击经过缜密的计划，别看他们这样，其实相当聪明。是库鲁鲁？什么？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靠近。邪神降临地球来毁灭人类，我已经习惯了，这就是现实。我很喜欢这种。不要输在心态上，用气势打了，发射武器，这是天界，快看，是降落伞。
座城市治安也变得很差。是非法入侵者，我们是用钢的步兵队，拥有钢铁般肉体的男子汉，他们还躲在居住镇上，千万别大意。是外星人，有人称呼我为天才，这真是大错特错。我只是比别人花上好几倍的时间一直在思考而已。颜色瞧瞧，让你看看人类的任性。人类早已精疲力尽，真的有办法继续战斗下去吗？人类不累才怪，对方可是邪神呢。他们打算毁灭这个世界，我要活下来，不能让他们称心如意。是库鲁鲁，库鲁鲁正在入侵。该死的邪神，让我把你们打飞吧。邪神啊，现在就让我们打邪神，滚回宇宙去！我是战斗机体，驱逐小怪来了。那是什么？
是太空船，星岛者送援军过来，老大，是空母，不对，这是移动基地了吧？这就是他们攻击地球的据点吗？该死的星岛者，为什么是那种形状？等一下，哪有这种时候跑出来的？他们之前一直在藏招吗？别开玩笑了。是浮在空中的基地吗？原来攻势还没结束，人类还能怎么办？我们已经无计可施了。库鲁鲁正在往这里集合。你说什么？他们的目的地是巨大飞行物体吗？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。这座星球从那些邪恶的家伙手中夺回来。太空船正下方很危险，我们应该离开这里。它一定有搭载我们没看过的武器，搞不好可以让我们全灭。也不一定就是武器，他们一定在打什么算盘。我们不能让对方得逞，就让我们来瞧瞧他们想干什么。Thank you.
Thank you.